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海关，海关的文件在法律上好像有问题。什么？啊。哦，那个文件在我办公室，要不您跟我来一趟？ 钱总，我不能总这样在公司待着吧？您不相信我可以辞我，如果您还相信我，那这个事我还有很多事要办，我得出去。大姐下午4点要见你，你现在去哪儿啊？我要去见见六叔，约好的。好吧，那你小心点，你知道现在不是你一个人，大姐非常关心你。4点钟我们六号码头见，到时候。 我有话跟你说。好。钱总好像对这个女人特别信任。男人嘛。 总觉得他不会伤害我。那我下午也请假。都什么时候，你这凑什么热闹啊？ 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又不能在这儿？杨亮，哎，记者怎么在这儿啊？记者，他不是李天华教授的孙女吗？你把消息发出去了，发给电视台了。发了，怎么了？哎哎，少伟，少伟，你去哪儿？
好，就在12点钟的新闻快递准时播出。准备直播，1分钟倒计时。好，现在咱们准备直播。来，修一下桩。新闻部演播室在哪？在十五楼。哎，电梯坏了。好，海林，你试一下声音。5、4、3、2。开始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每天正点为您播出的新闻快递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海林。下面是我们本栏目记者李小天为您带来的。别播了，停！什么直播？不能播！别播了，停！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直播呢啊！旁边人拉着呢。干嘛呢？插广告！听说六叔对植物感兴趣吧？啊，对了，六叔，我把想仔的这个入学通知书也给带来了。
进度，能不受影响吗？这不光关系到我们的工作，也关系到整个思明岛市人民的利益，所以我希望台长您能够体谅这一点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我们会全力配合，我也会联系其他新闻媒体，我们统一口径。那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谢谢你啊，台长。啊。做油的事了，然后武警又查了码头的货。阿然，知道你刚来的时候我和祥仔说什么吗？说你有杀气，在公司里必受委屈，因为这是个反思造假的公司。现在都了解了。如果我是个大学毕业，想找个好工作养家的女孩，像你这样，我必然会离开。可是你没有走，这有两种可能。一种是你天性没有意识，不觉得公司的运作有什么大不好。第二种就是你似乎对公司的一切感兴趣。哦，不要紧张。我自60年代去香港挣钱混日子，到老来回乡，应该说阅人无数。现在我老了，不想知道这个世界上太多的秘密，只求安寿。你懂吗？您知道，我懂的。为什么六叔带你到这里来吗？这就是六叔为自己早就预备好的棺材。
学习一下。行啊，玩得挺热闹。把机器还给我。不是你工作时间你就啊？哎，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快把机器还给我！别闹了，行不行？你知道你这样不经允许就报道的后果吗？你知道你会对破案造成多大影响吗？就为你这一破报道，你爷爷整个工作都白费了。我跟你们台长达成协议了，暂停对贾碧案的一切报道，他会通知其他媒体的。你也行了，差不多。喂，台长，我是廖飞。贾碧案的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小飞啊，这个事儿呢，刑警队的肖队长跟我说过，的确啊，你的这个报道啊是对破案不利的。这样，你先收拾下东西先回来，好不好？我保证，等破了案之后，这个头条我还交给你，好吧？喂。喂，我没骗你吧？骗的啦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再是记者身份了，我以我自己的身份来查，这总可以了吧？今天是有重大发现的一天，同时也是危机重重的一天。那个叫江城的人依旧没有音讯，心中一种莫名的牵挂一直萦绕着我，但是我没有权利去寻找他，因为我必须先完成自己的使命。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承担下如此的重任，但是我只能一步一步走下去。小心点，这回如果成功了，明天就是六叔的货，咱们得做点准备啊。这是封锁第二天，我还是觉得太危险。只是一小部分，咱们总得试试。
办啊？第二交货点。想不到，坤叔对山水画也感兴趣的。大明，唐伯虎，真是闻名不如一见呢。这件真迹，大小姐一定破费不少吧？啊？真不愧是坤叔，一眼就看出了是真迹。看来，所有的鉴定都是一家人。假作真实，真也假；又不有处有黄无，万事无不一个大意。坤叔啊，好了，咱们切入正题吧。啊，坤叔啊。目前各个渠道都不是很通畅，所以关键还是您的新品种。如果那样，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，7天就不成问题了。可是我感觉已经太晚了。太晚了？有人了解您的新工艺吗？但愿不是如此。
现在这批货的重要问题有两个，一个是模板的质感有待改进，二是油墨色彩的成分要。程处长一直为我的安全担心，他是个很奇怪的人，也许是那个受伤退伍的女特警让他太过于内疚了，他似乎超乎常规的管我了，但我知道他在期待，期待我可以在宝龙公司的走私案后面有更多的收获。知道了，有危险吗？可以应付，但是今天晚上周美玲要见我，她怀疑我了。如果是这样，你坚持一下，我会有所行动帮你。是。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？货都是电子元件。而且是从正规渠道来的，你拿自己的生命在赌博。我知道处长，我没把事情弄清楚，太急于求成了。我请求任务完成以后一并处分。处分？等到你挨处分的时候，可能就没你这个人了。怎么样？深藏的地点有线索吗？还在调查，不过我发现了这个。对，我可以证实，宝龙公司就是假币案件的中转枢纽。怎么证实？今天上午，宝龙公司要海运一批货，有好几个出海口，但是都失败了。这批货就是藏在红酒箱里的假币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藏在货运箱里了。你说什么？如果这样你就危险了，马上回去，把重点放在深藏的地点上。假币的事情不要你多管。我反对，处长，我相信我正处在最有利最便捷的位置上，我请求给予配合。把到手的线索扔掉很难受是吗？你不服从我撤掉你。处长，我是当地人，现在全城正在艰难地度过每一天，他们在等待我们，我有权利行使一个警察的职责。这件事的厉害吗？你不知道，我告诉你。
知道为什么冒险带你到这儿来吗？这是3000万奖励，流散在这个城市里还有7000万。为了这笔巨款，很多人可以杀人，甚至自己的家人。目前死在这个案子上的人已经有10几个。你说的那个香港人已经证明失踪，很可能已经死了。处长，你说的这些我都能感觉到。选拔特警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我不觉得这很可怕。我再说明一点，你的任务就是搜查走私线索，涉及到假币案件会带来无形的危险。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侦破方案，你完成好自己的任务，我不希望再失去一个好警察。处长，我不是黄娟。执行命令，小猫，带他出去。大姐在等我，咱们还有点时间。阿然，从六叔墓地回来去哪儿了？我去医院了。我要不是约了您，我现在还在医院里呢。是看哥哥？对啊。钱总，为什么我到公司上班这段日子里，我做什么事儿总有人看着我呢？您约我出来干什么？我知道，其实我也早想跟您说了，我想辞职。辞职？阿然，我今天单独找你出来，就是想跟你说，我很欣赏，所以我希望你忍过这段时间。你知道，现在是非常时期。但是我要跟你说，公司非常需要你。钱总，我只想过一个普通人应该过的生活。我一直觉得您的公司我还是不太适应。老实告诉你，你今天过不去，走到哪儿都会很惨。钱总，您别吓唬我了，这是有法治的国家，大不了算我倒霉到了你们公司，我可以走啊。而且你放心，我不会说任何话的。没人相信，而且现在就有人怀疑你是卧底。卧底。所以无论你是谁，现在
做什么都可以。